请问您的家中铝材切削液寿命不如两年吗？是否遇到了家中敏感铝材氧化腐蚀问题？是否需要经常清理油槽和清洁机台？是否遇到了加工软质铝件镰刀和工件表面难清洗的问题？现在全球知名的植物性切削液品牌美科 MCM 公司在其坚强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努力下，解决了传统水性切削液长期无法改善的品质问题，并且正式发布了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。该产品具有卓越的性能，在铝合金材质的加工中得到广泛应用，并且在航太航空、汽车零件加工和高敏感锌合金及铜合金加工领域表现出优异的性能。首先，在航太航空领域，美科 MCM 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在加工7075、7050、2024等锡含量低于 0.5% 的铝合金时，表现出极佳的抗氧化能力和润滑性。这不仅使得加工过程更加顺畅，提高了加工效率，还能确保加工质量，满足航太航空领域对高精度、高强度材料的需求。其次，在汽车零件加工领域，美科 MCM 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在重力铸造、压铸、锻造铝合金的加工过程中，展现出超凡的清洁性、润滑性和抗氧化能力。相较于传统切削液，美科 MCM 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能够更好地保护刀具，延长其使用寿命，提高加工效率，而且还具备环保无污染的特点，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。在高敏感锌合金及铜合金加工领域，美科 MCM 第二代植物切削液的抗氧化保护能力更为突出，其优品使用寿命是传统水性切削液的5-10倍以上。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，也减少了因更换切削液而导致的生产中断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总的来说，美科 MCM 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以其卓越的性能、优秀的抗氧化能力和环保特性，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。无论是在航太航空、汽车零件加工或高敏感锌合金及铜合金加工领域，美科 MCM 第二代 G2 植物切削液都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，为现代智慧化加工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